哎呀，你识唔请鬼嚟噶？喺呢度捐出嚟噶，吓到我心啊，就跳出嚟啦！哎呀，怎么跳出嚟？你没看到我呀？刚才有辆豪华车送我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系喎。喂，平时连架烂单车你都唔舍得骑系嘛？而家居然有架咁靓嘅车送你嘅，如果唔系我亲眼见到啊！ 我实话你吹水啫，这算什么呀？他们老总要送我，我都不让他送。我现在我告诉你，那也是白领阶层了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说话。拜拜。哎呀，得戚得佢啊，生无相亦仲拜拜噶。喂，攞作嗰条咁嘅蛋散。 佢居然做总经理助理啊！咁搞下啦，我都可以做董事会主席啦，系嘛？哎呀，咁啊真系唔使一百岁都有身份听嘅。哇！而家老作巴闭咯，唔单止身光颈靓啊，日日靓车接送啊。佢以前咧，拉起我饼干罐咧，连我啲饼干渣都咁倒入，恨不望我饼干罐都食埋。而家行过啊，眼尾都唔受下。我话，哎呀，吓到我啲啊，斟茶斟茶。 欢迎光临阿陈总，坐。嗰边空水好，埋嗰边。系啦系啦系啦。买这里。系啊。买呢度。要不要给我送一个花圈呢？好。唔买，你唔买。什么意思嘛？哎呀，大家都在啊。哎呀，我是个群众打成一片的，是不是？大家不要紧张，也不要拘束。哎呀。哇。 好靓啊条靓胎，系咪真丝噶？哎呀，件西装衬到塌塌陷喎，哎呀，真系好嘢喎！我今天不是来吃饭的。啊？死！陈上妹，话时话啦，你而家系助理嚟噶嘛，系嘛？助理咁唔使做到而家咁样，好似做姑呢咁。 你仲差挂娇啫！哎呀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在那个公司也挺好，我们那个老总的人呢，哎呀不错，但是平生就有一个毛病啊。咩啊？他就是个贱人呐！啊？不，喜欢健身的人见成贱人。哎，哎呀，而且他喜欢把我给抓上。哎呀，加油！哎，我同你讲啊，小妹啊，小妹啊。 今天有你跟我一起练的，我特别有兴趣啊！哎呀，看到你今天那么卖力气，啊，我很兴奋啊！丫头，你是很兴奋，我这个肚子没感觉，可是我这个腰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腰不行，腿可以吗？走，去锻炼锻炼，跑步。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这跑得不错啊，啊，很舒服吧你啊？ 哎呀，年年年长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哎呀，哎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可以停下啊，不要晃礼物啊，懂你讲啊，哎，脚不行了，手还可以啊，可以去举杠铃啦，放松放松啊。来，接，好好，晃晃晃，放下去，晃下去，歪了歪了歪了，哎哎哎，要平衡啊，两边一样啊，要，来来来来，小妹，现在什么感觉？ 想死的感觉，这就对了。来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加油，加油啊！救命啊！<笑>喂喂喂，你都算折堕啦，陈总座，以为你日日坐个 office 嗰度咧就风凉水冷，跟住个老细啊去饮去食，哇，原来仲惨过做咕哩喎！<笑> 其实咧要恭喜你先至系啊，话俾你听啊，喂，去免费健身喎，唔使钱，人请你健身，几多人行都行唔到啦。咁咪就系咯，真系说话不腰疼。那偶尔健健身，谁不愿意啊？可是前不是天天健，天天练，一天有的时候练两次，我都快把他练死啦。哎呦，啊，老总啊。 你完全可以唔做噶喎，又冇人揸支张逼你。系啊，最惊你咧就冇命去赚呢啲咁嘅钱啫，傻佬。咁啊系。可是我舍得那个职务啊。嗱嗱嗱，就仲有条桥嘅。嗱，你细佬我咧就出场费就唔好贵嘅啫，两嚿水一镬，你可以请我做你嘅替身，我操俾你嗰个老细睇唔得。系，我都唔做。咦，收皮啦。
麻烦你找一下陈香才。哦，是香妹啊。你好。哎呀，我们好久没见了。哎呀，哥也想你啊。啊。哎呀，你在广州挺好的吧？我在广州还是蛮好的。因为啊，爸爸那个铁匠铺啊实在是不适合我。哎，对，我从小呢你也知道我是喜欢文学的。哎，你不是走的时候说要赚100万吗？啊，什么样，现在赚够了吗？哎，我就是为这次找你的。哎哥，你最近这段时间忙不忙啊？你能不能来广州一趟啊？对，我有急事。哎呀哥，我就知道嘛，你肯定会答应的。哎，对了哥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我的身体棒极了，现在我打铁，我一口气我能抡500多下锤子。哦哟，那身体绝对没问题了。啊，哎哥，那你这样，今天你能不能坐飞机直接飞到广州来？小妹啊，你说我一下飞机就把我弄到旅馆来，你这搞得跟做贼似的。小才哥，我也是不得已啊。哥，你都想死我了。我也想你啊。哥，你还是那么结实，你也胖了，小妹。哎，东东和嫂子他们都挺好吧？好，他们都好。哎，小妹，你大老远从浙江把我弄到广州，哦，到底有什么急事？哎，哥，来，坐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我呢，那个公司的老总啊，特别喜欢健身，天天拉着我去健身。我如果我不陪的话，哎，他就炒我鱿鱼。你想，如果他把我炒鱿鱼，不单这100万。是绝对赚不到手的，而且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再见到你这个亲生兄弟了。好了，小妹，别说了，我哥不是过来帮你了吗？你就说，哥需要帮你什么？可是哥不会健身啊。哎呀，其实这个呢很简单，你一看就会了，只是说。就担心你这个说话呀，哥，怎么这么多年了，你这个说话还是那么结结巴巴的？哎，不过现在好多了，也奇怪，我一唱歌就不结巴。啊，反正你尽量就少说话，好吧，避免露馅。啊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调包这个事情了，只能是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在广州这个地方谁都不知道的，你晓得吧？没有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孪生哥哥。好，所以你就把哥安排在这个旅馆。好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晓得了。嗯，好。哎呀，哥，你这个不管是长相啊各个方面都是和我这一模一样啊，不过这个气质上呢还是和我不太像。哦，对了，我得给你包装一下。包装？小妹，你看这像吗？哎呀，来，哎，走两步。哎呀，哥，你走路怎么不长眼睛啊？哎呀，小妹，我又不近视眼，我戴一个近视镜，我这晕乎乎的。不行，我得马上到街上去给你配一副平光镜戴上，到那个时候，那就天衣无缝了。哥，哎呦，哎，搞定，我要回家了。
校队的事你就继续干吧，好吧？哇，陈总理，好犀利哦，咁快就做好份意向书啦！哎呀，这算什么呀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肯定是生不逢时了。要是我早生四百年的话，弄不好我是明朝的四大才子，你信吗？就是你写得唔打得咧？听老细讲你玩件收渣皮喎。哎呀，你说那是老黄历了，现在我大有进步了。我现在就是盼着年总找我去见灯呢，到时候我肯定会给他一个惊喜，晓得吧？拜拜了，继续。我说小妹啊，啊，年总，什么事啊？小妹啊，等一下跟我去健身啊，我要欣赏你的水平啊。现在啊？啊，你刚才不是吹牛吗？我要看到我意外的惊喜啊！我的车在下面。对对对，年总，惊喜肯定会有的。你看我没换衣服啊，我这样，我回家换一下衣服，等会我搭的我去追你，好吧？就这样啊。古里古怪的，换什么猴毒啊？在那里，小妹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像个运动健将。我就是这样子出去。哎呀，健身都穿这个，到时候啊，你尽量发挥你这种大铁的优势啊，让严总呢感觉到你有使不完的劲，晓得吧？真的，哎呀，哥，哎呀，我就说你行吧。哎，哥，你要记住啊，你要发扬这种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的精神，一定要把他们拖垮。哎，让他们以后一听到健身这两个字，那就浑身发抖啊。念总，喂，小妹啊，啊，我跟你说啊。你今天表现不错了啦！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回去早点休息啊！啊，拜拜，再见，年总啊，慢走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？咁鬼重嘅，哎呀唔掂啦！哎呀，断啦断啦，只手就嚟断啦！哦，死咯！哎，老庄，老庄啊！哈，你死仔啊！喺度炸龙扮哑咁话咯，系嘛？又要即嚟过嚟帮手先得吓。你赶紧接电话呀！喂，老左，你戆居居企喺度做乜嘢啫吓？我在等人。口窒窒咁等咩人呢？及靓女啫嘛。喂，做咩嗌你咁耐都唔睬我啫吓？不是大姐，咱们认识吗？撞鬼你呀！做咗个乜鬼老细嘅，仲系助理嘅啫，咁啊白夹眼啦！喂，咁多年同屋共主，你居然连我你都唔认得吓？睇清楚，嗱，啊！大姐，这肯定是个误会，我们没见过面。喂，你系痴呆症啊？失忆啊？点度扮嘢？啊，我明啦，爬咗上去啦，发达啦，系嘛？眼角高啦，喂，咁啦喎。不是你。这肯定是个误会。哎呀，边个掟烂我花盆啊吓？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该会咯，咁样嚟打烂我都。边个掟烂我花盆啊吓？咪呢呢公啊，够胆啊行出嚟！哎呀，哥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你要被他们发现的话，你就麻烦了，你就会害死我的，你晓得吧？不
不是，是年总把我送到这儿来的。你说我也没办法呀，我不认识这个地方。给你20块钱，赶紧打的回你的旅馆，好吧？唯有拎嗰个翻去啦，系嘛？阿老庄，阿老，哎呀，日光日白，我见鬼呀！哎呀，咪搞啦，嗱嗱临拎嗰个翻屋企啦！哎呀，子、哎、弹，我帮你拿。鬼呀！鬼呀！神经病啊！这，哎呀，阿弥陀佛。平安无事，阿门。小妹，啊，你马上跟我参加个活动去。啊，领导又要去健身的？那我回家我去换下衣服和鞋子好。你不要犯糊涂，哎，上班时间怎么可以去健身呢？给我参加一个民营活动，联谊活动。哦，参加民营的联谊活动是吧？哎，对对，这是我的强项啊，领导。哎哎，那走吧。哎，走走走，我车下面等着。各位老细，因为平时你哋咧有一定嘅锻炼，今日联谊会咧特别开咗一个别开生面嘅运动会，要搞一个登楼梯比赛。啊？爬楼梯啊？嗱，呢栋楼咧就得60层嘅啫，唔需要快，只不过大家要行上最顶嗰层就系胜利。大家有冇信心啊？有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计时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加油啊！好啊！加油！好啊！换什么活动啊？赶快上啊！年长，我又不是老板，你是老板，你上，你上。我是评委，等下我坐电梯啊，每10层楼我提前给你加油啊。年长，我这个少废话了，你体力那么好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不要给我们公司丢脸，争取拿冠军。去啊！快去，快去！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哎，加油啊！哎，小妹啊，加油啊！快到20楼了，快，快，快，加油！我实在是爬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简直是个废物啊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，还有40层就到顶了，人家珠峰都能爬上去。哎呀，赶快了，加油，加油啊！哎呀，加油！我实在是爬不动了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呀，你是不是昨天太累了？今天想在家里休息啊？我真的是我妈高血压病了，我想陪她去趟医院看看病。那你上午就别回来了，但下午2点半一定要回来，直接到公司门口等我，陪我去一个健美中心搞活动。下午要去健美中心，那肯定是拉我去练一把呀。哎呀，别搞我了，这是要出人命的。我还是搬我哥哥出来吧。喂，哥，我。哎呀，又得麻烦你了。哎哎，小妹啊，写好没有啊？写了一点点。哎呀，怎么搞的嘛？1小时才写了7个字啊！啊，林总啊，个会啊会议就快开始啊，你打个发言，我哋要10分钟吧。好好好。等一下，我打美国长途电话啊！打完以后，你给我安排的最后一个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程小妹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犯糊涂哦，多写个2000个字的讲话稿。好，多谢大家。下面我哋有请方旦器材公司嘅连总同大家讲呢句说话。有请连总。大家好，恭喜开张。今天啊，我很高兴，我真是非常高兴，我觉得我。越来越高兴，我们高兴得不得了，大家高兴得
了不得。我说句老实话，高兴的是，因为我是一个，哼。连总太激动了，不如我帮他读埋啦。我是一个农民打铁佬出身，看见到一嚿嚿铁可以带给大家健康，看来我以后赚钱又多条路。连总，你被封了。不要念了啦，哼！哎，接过，接过。连总，连总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哥，你辛苦了，让小弟我好好的孝敬孝敬你。你兄弟我飞黄腾达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。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。你们那个年总好像是翻脸了，我那个意思好像就是炒好炒我鱿鱼。